今日加嘴啊，咱所有同心，所有学员，大家高赞，嘿，大家平安出头天哈！啊，各位同心，大家安坐哈！啊，今仔日真欢喜呢，咱啊，即阵呢，咱要来讲这个台湾语文哈，甲这个教育台湾话，伊的一个重要性哈！啊，这个咱。大声啦！咱先来请教看麦哈，就讲有人认为家己是青梅牛的无？有没有人认为自己是文盲的？敢有人认为家己青梅牛的？我想应该是无啦哈，无人会认为家己是青梅牛啦哈。啊，这个青梅牛是啥呢？啊，当然有人讲啊，青梅牛都唔捌字的哦。啊，我想在座大家拢蛮捌字哦。啊，问题啥物好做字？是敢若汉字较是字，敢若捌中文较算，还是讲除了汉字之外呢？罗马字嘛会使呢，白话字嘛是会使呢。吼、哦，就是用 A、B、C 来写台语，还是来写客语，还是讲写原住民？吼、哦，像讲即个原住民的语言，伊嘛想用 A、B、C 来写嘞。啊，迄是毋是字？啊、哦，基本上迄照讲，迄嘛是字呢。哦，啊，所以咱过去的错误的想法讲哦，啊，即、這个。唔捌字，就是唔捌汉字。吼、哦，安尼啊，敢若捌罗马字、白话字，啊，不管你台语、客语，还是原住民，拢感觉哎，唔捌字的，其实这无啥对呢。然、哦、后认真讲呢，文盲、青面牛是啥？啊、哦，你只要捌任何一种字，你都唔是青面牛啊。啊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虽然讲我相信在座大多数的人拢会晓中文啦，北京话嘛足够讲的咧。啊，若总讲。这个青面牛的定义是，你袂晓家己的母语，无论是原住民的族语、原住民的语、的族语，还是讲合法客语，还是讲台语呢？安尼嘛是一种的母语的文盲。那安尼时阵，你认为你是母语的文盲？举手一下。我较早读大学以前，还袂母台语文以前，我感觉我是母语的文盲啊，我是母语的文盲啊。好、哦，虽然讲。啊，咱的母语台语也好，客语也好，啊，像原住民的族语呢，啊，虽然哎，细汉可能有咧讲，啊，是讲伫厝内佫有咧讲，毋过呢，咱袂晓读，袂晓写呢，啊，我相信99%的台湾人拢是母语的文盲，包括我以前嘛是，我嘛是到个大学开始用台语写，啊，开始咧学台语要安怎读，安怎写了，哦，原来台语也会当写，也会当读。吼、哦，啊，然后去学客语的时阵，啊，原来人客语嘛是足早就会当读会当写，啊，去发觉台湾历史的时阵，才发觉讲，咱台湾上早的书面的语言、书面的文字是倒一种，有人知无？嘿，是哪样的？吼、哦，新疆文书，吼、哦，啊，迄嘛佫有，甚至佫编到圣经哦，马太福音，是哪样的话版本嘛佫有哦，啊，有的人讲啊，是哪样的话，毋是已经翘起啊？虽然啊、哦，当中呢有许中断，但是这几年来呢，像讲咱台南这个万寿关女士因呢，这个因啊，因、哦、有一个协会专门咧推广这个希腊雅的话，哦，因要甲复兴，要甲救回来，这嘛是真好的现象啊！哦，所以等到咱台湾上早的文字是原住民希腊雅的语言文字呢，啊、哦，但是这咱拢唔知呀。包括我以前嘛拢唔知咧，吼，所以咱今仔日就是要来探讨着台湾语文，吼，啊，当然我的专长是较针对台语这部分，吼，所以会较偏重伫台语遮，吼，啊，若是这个客语呢，啊，种原住民呢，即后盖有机会，咱会当邀请，吼，专对这个客语也是讲原住民呢较专长的人，再过来讲，吼，好，啊，过来先请教各位，国爱来外面南方，够人认为你是越南人诶？有的举手一下，敢有人认为你是越南人？我相信在座无人认为家己是越南人啦。请问为什么你袂认为你是越南人？嘿啊，袂晓讲越南话啊！哦啊，甚至你也毋捌去过越南吗？哦，啊，你越南的风俗习惯啊，拢毋知影袂对无？就是讲你甲越南也无太济的关系啊。当然，在座的各位，你袂认为你是台湾人嘛？但是咱也问。在座有中国人无？我相信伫这场合应该嘛无中国人啦。但是你若去问
一般的在台湾民间社会里面有多少人会认为他是中国人的？不少哦，不管他是真正中国人还是假中国人，所有的假就是说可能用偷过啦，怎么偷？就偷过教育，偷过媒体，那种偷过，那种洗脑过，那种人不少呢。啊，不然怎么会偷红的洗脑过？今天我如果要跟你们偷，说你们是越南人，一直跟你们灌输说你是越南人，会成功还是不成功？困难，因为你跟越南都没什么地带的，除非呢，我跟你在越南，啊，查甫的呢就配一个越南查囡仔互你，啊，若查某的呢，就配一个越南查甫互你，啊，互你踮遐娶某生囝，啊，大二三十栋啊，吼，了呢，再甲你灌输，看你会变越南人无啦。啊，你若无的时，像安尼，敢若讲讲一节课了，恁就变越南人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啊。吼，啊，这就是要讲到啥？讲到这个认同，包括这族群的认同、族群的认同，吼，啊，种国家的认同，认同是安怎来的？为什么咱会感觉咱是台湾人？哈，为什么咱是讲咱是台语族的，咱是汉人，还是讲咱是原住民族的？哈，西拉雅好，台谚也好，哈，还是讲阿美斯，哈，等等。为什么你认为你是某一个族群，还是某一个国家的人？一定有一挂因果在遐嘛。那拢无牵界、无关系的时阵，你袂认为你是迄个族群，你是迄个国家的人啊？哈，好，啊，咱呢就来看讲，啊，那安尼，这是。族群也好，一个国家也好，伊认同的形成足重要的关键到底是啥物物件？哈、哦，你只会认为你是台湾人，哈、哦，还是讲越南人呢？为什么伊会认为伊是越南人？譬如讲，咱今有真侪即个为越南过来咱遮新的即、這个新移民的越南新妇，哈、哦，为啥伊会认为伊是越南人？哈、哦，咱今来回想一下，啊了，才了解讲，即族群认同、国家认同，伊真重要的关键到底是啥物物件？哈、哦。啊，咱先来看卖呢。啊，这个族群认同伊的形成，哈、啊，咱甲分作客观条件、客观条件，啊，佮主观的条件，哈、啊，主观条件。啊，啥物叫做客观的条件呢？想看卖呢，哈、啊，啥物有客观的条件？哈、啊，譬如讲血缘嘛，哈、啊，譬如讲咱越南新妇，一定感觉伊是越南人个呀，因为伊流的血就是越南人的血嘛，伊阿公阿嬷阿祖。哦，就种越南人的血统啊，哦啊，你要讲叫伊变作血统上是台湾人，迄是无啥会合嘛，哦，所以伫血缘上，这嘛是客观条件之一啦，哦，啊，过来大个所在，哦，就讲，越南人伊感觉伊是越南人，除了血统之外，爱拢大做伙啊，较集中做伙啊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居住伫大个所在嘛是会影响到呢。哦，啊，再来风俗习惯，哦，像拄只咱邓教授真精彩即个演讲内底，啊，咱台湾人有台湾人风俗习惯，啊，越南人嘛有伊风俗习惯呢，啊，即风俗习惯有可能一部分共款，但是嘛足侪无共个咧，啊，即嘛影响到咱就无共个族群认同啊。再来语言，哦，上明显个就是语言啦，哦，像我拄只讲个迄个爱诶国爱人话闽南风，啊，即个越南话啊。哦，啊，这你完全拢听拢无咧。哦，你完全拢听无越南话的时阵呢，你要认同你是越南人，迄机会是非常低啦。啊，过来，宗教信仰，而且嘛是有关系的。哦，你像讲这个犹太人哈、哦，因为因这个宗教信仰真坚强，所以因的话，因的母语虽然已经翘起几啊千担啊哦，但是因可以当透过宗教的信仰，要把因的母语也救回来呢。啊，人犹太人是安尼做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顶顶有真侪啦，吼、哦，就讲真侪即个客观条件，啊，当然即个客观条件内底，倒一项上重要，即真歹讲啦，即是综合的，吼、哦，就讲即个拢有关系，吼、哦，爱、啊、是互相综合，啊，倒一个较重要，即爱看你甲啥物人比较，甲啥物案例来做比较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呢，除了即个客观条件之外呢。佫有一个主观意识，哈、哦，甚物是主观意识？就是讲，你主观上你也认为你是这个族群的人，哈、哦，你主观上你认为是台湾人，你主观上你认为你是越南人，哦、还是你认为你是中国人啊？还、哦、有迄个主观的意识，哈、哦，啊，通常要有主观意识，当然就是
你有遐客观条件，你才会主观上认为你是台湾人还是越南人啊？哦，啊，当然这种嘛，唔是讲百分之百一定是安尼，但大多数拢是你有这客观条件，譬如讲你有台湾的客观条件了，你比较较会认同你是台湾人。当然嘛，少数的人无呢，譬如讲有一挂明明咱台湾。台湾人吼，比如伊阿公阿妈、伊祖先明明拢台湾人咧，啊，但是都唔知安怎，我对中国动去咧，吼，啊，佫认为家己是伫台湾的中国人咧。譬如讲啥物人，譬如讲吴敦义嘿，啊，佫有啥？嘿，啊，佫有啥？佮譬如讲黄春明，去年我甲伊冤家，迄咱等下嘛小可点着啦吼。哎，我无甲冤枉哦，黄春明认为家己是中国人的哦，哦，这我无甲冤枉的哦，吼。哦，啊，所以类似这呢，就是讲你有客观条件，啊，佮有主观意识，哦，啊，这两个夹起来了，当然就决定你是倒一国的人，你是甚物族群的人，哦，啊，这内底咱来先来比较一下，吼，譬如讲，啊，掠有乡音无，即个有客家朋友，啊，客家的朋友，哈，嘿，结交拢有一挂客家朋友，为啥你会认为你是客人？啊，为什么你认为你是福隆人？哈、啊，讲台语的人，啊，你为什么会认为你是原住民族的？哈、啊，譬如说你是台语的，哈、啊，还是福隆的，哈、啊，还是讲倒一族的？为什么？你若伫台湾的时阵，哈、啊，咱怎样看？哈、啊，血缘上呢？哈、啊，血缘上，啊，血缘上当然甲你的迄个皮肤色，还是甲你的这个整个迄个血、迄、那个种族上的差异啊。基本上，譬如讲客家甲河洛的呢？皮肤色敢会差足济，袂太差，无差介济。除非是南岛语的，譬如原住民族，哦、可能就大部分会差别比较多、哦、但是呢，譬如你若客人甲荷兰，基本上伫系统上你就足歹区分的。你无像讲美国的黑人甲白人，黑的甲白，迄足明显嘛。哦，你着生得较黑，啊，你生得较白，你着知影你黑人白人啊咧。哦，啊，过来居住地，啊，咱大拢住台湾呐。哦，啊，有人讲无，我客人住美浓，吼、哦，住美浓较济。诶，即卖美浓，咱即卖迁徙拢足自由诶，无像古早吼，牛车迄个年代，你一个钟头要搬过一个钟头，就较无离便。但即卖已经有高铁啊咧，你即卖，譬如讲我住台南，我若住了起码是袂惊，要徙去北雅嘛会使呢。啊，是讲北部人住台北诶，住了袂惊吼，即天龙国伊住了起码是足歹啦，伊要徙来咱南部，徙来高雄，徙来台南，徙来屏东。足紧的啊，两点钟高铁坐就到啊咧，无像古早安尼咧。所以伫居住者，咱即个全台也是拢夹做伙啊咧。吼、哦，啊，过来你讲风俗习惯，吼、哦，也是讲食物的惯习，咱即摆食物件嘛拢足共款啊咧。吼、哦，饮食文化足侪拢足共个啊咧。算算的呢，剩啥物较无共？剩语言尔啦。吼、哦，剩语言较无共尔啦。啊，譬如讲你若讲乡音的客人呢？你若无讲客语的时阵，要哪区分会出来？区分袂啥会出来，看袂出来。就亲像咱即摆时代也共款，亲像咱即摆平埔族共款。你敢看得出啥物人是平埔族的后代？无啊，因为伊的文化消失、风俗习惯消失，过来上重的语言也消失啦，所以伊就无人知影伊是平埔族的啊。咱拢是讲为历史教材、为历史的即、這个，比如讲册。来得讲哦，咱的祖先有一部分足侪拢是平埔族的后代，咱是讲安尼尔，哦，所以伫台湾的这个地来讲呢，语言是上重要啊，啊，当然你也是伫美国，譬如讲伫美国的黑人甲白人吼，语言唔是重要呀，伊拢讲英语啊，虽然伊讲讲英语，唔过嘛是会分哦，伊咪分黑人的英语甲白人的英语啊，但是呢，基本上伊拢是讲英语啦哈，但是因的上大的差别是啥？皮肤色无同啊。所以你看美国，因建国遐侪冬啊，因嘛是黑人、白人嘛是分较足明显，因通婚的比例嘛也无介悬嘞，诶，通婚的嘛也足少呀。黑人就娶黑人，白人就娶白人，啊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伫美国的语言无重要，但是伫台湾的语言是重要的。哈、哦，语言你若无区分的时阵吼，诶、哦，你足歹分出你是无共的族群。啊，过来咱若进一步较扩大来讲。台湾甲中国来看的时阵，语言嘛是足重要的。今仔日尤其你若中国吼，中国人若来，其实因即摆穿插嘛，敢愈来愈接近啊咧。伊若拢莫讲话啦，你会分会出讲即阿六个袂？困难啦。哦，伊若急点点吼，无爱甲你讲话的时阵，
你要分得出来足困难的啦。伊无像讲吼，即美国人啊，像欧洲人，皮肤色的白嘞、白毛的嘞吼，咱足容易就看出啊，即个阿多加嘞。但是你阿拉加来，你若无讲话时，你都分袂出来嘞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伫台湾甲中国即个地内底，哦，语言就变作重啊。甚至越南人嘛同款嘞，即个越南人伊若来台湾待久了吼，伊个穿插各方面呢，拢甲咱台湾足共的。伊若无讲话的时阵，你嘛听袂出来，你嘛唔知影是越南人嘞。哦，像讲我昨去参加即个咱台南即个国际兰花展，哦，现场我来看。袂少越南的新妇呢，啊，为啥我看会出来？因为因拢会讲越南话，啊，好佳哉，拄仔好我听越南话，我就啊，这越南的，哦，啊，伊若无讲的时，你敢看会出来？大多数人看袂出来。咱即个平均吼，结婚五对内底有一对是东南亚的新移民，就是新移民啦，哈，哦，啊，所以伫学校内底嘛是，伫小学、中学内底，平均啊，五个学生内底有一个是新移民的囝呢，所以比例是足悬的哦。哦，啊，即你要分得出来，你就是因为语言，你才分得出来。哦，所以伫咱台湾的地内底呢，语言就变成咱族群认同甲国家认同内底真重要的一个关键点。啊，有的人讲，嗯，啊，这语言只是沟通的工具尔嘛。哦，我讲华语，我讲中国语，我还是认为台湾跟中国是不同的两个国家。哦，虽然讲语言呢，甲即个认同无百分之百啦。但是呢，伊有99%啦，吼，哦，唔敢讲100%是安尼啦。但是呢，咱甲反问转去啦，吼，哦，讲北京话啊，真正足清楚的，台湾意识足强的，比例侪也少，无侪呢。会当请各位在座安尼人，无侪呢。吼，哦，你若讲吼，迄完全拢无关系，人中国党、中国国民党无遐戆啦。为啥人1945年来台湾接收台湾了呢？伊就接续着要实施国语政策。北京话政策，好，唔啦，叫咱爱学北京话呢，佮爱啥？中国历史、中国地理、中国语文，拢爱学，啊，到佮近伊嘛是佮强迫咱爱学呢，人遐戆哦，啊，若讲语言佮国家认同无关系时，啊，人何必一来就随为遮咧落手？啊，那个想一下嘛知，咱俗语讲个，脚头乌想嘛知，吼，啊，种用大灾空想嘛知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有个人。就是戆戆的，哦，想啊，这个用华语无要紧，哎呀，所以你看咱到较近，2012年呢，台湾嘛是过安尼啦，哦，甚至伫政治上愈来愈亲中呢，哦，只要讲真啦，那伫西方，卖讲啊伫西方，伫越南嘛，人民就爱起来革命啊啦，甲这个外来政甲淹落倒啊，叫台湾人可以当拥吻这个外来政权伫遐呛声，伫遐嚣掰呢，啊，这就是啥？就是经过这60几冬，咱许只个中国人来甲咱洗脑了，结果咱个接续来只个少年辈呢，说对这个台湾的了解有限，对台湾的历史也好，人文的了解，台湾的主体性的意识也好，说豆豆消失去啊，所以就迄个抗争的意识就拢无去啊。啊，啊，我阁举一个例，譬如讲，像即阵多好228的啊。啊，228呢？讲到228，我想大多数人拢有一个，拢足清楚啊。228最后的元凶是啥？蒋介石啊！哦，袂当讲像国民党拢牵通啊，迄蒋介石拢唔知，啊，你甲因这人拢上到安尼呢？顶头做唔对吼，拢叫下海人来担嘞。就亲像讲马英九，虽然讲吼，伊这特别会明明都互判刑啊，但是伊拢无代志，拢叫下海人叫伊文来担嘞。哦，啊，即蒋介石嘛是共款，历史足清楚，伊着228个元凶啊呢。哦，但是呢，你啊看，咱个足济学校内底嘛是搁采啥蒋介石个铜像，采伊个雕像，包括阮成大、成功大学嘛搁采实身乌嘛嘛个蒋介石个铜像伫遐呢。哦，啊，迄阮进前嘛甲校长建议讲吼，即爱甲请出去啦，甲蒋介石请走啦，要甲请去底，甲请去桃园台客吼。互伊甲蒋经国呢，因爸仔囝会当遐团圆一下啦，吼，安尼毋较合理，对，啊你甲菜伫遐孤孤单单，伫遐逐工伫遐曝日头，无意思嘛，吼，结果校拢毋敢处理呢，吼，啊今年拄仔好有，阮学校有一个抗议社呢，几啊社呢，袂歹，真勇敢，吼，迄甲破红漆，
去甲压即个金纸、银纸啦，甲压银纸哦，要求校长爱甲拆除呢。哦，啊，我嘛出来甲声援呢。结果呢，学校嘛是足无路用的呢。校长佫讲啥呢？迄记者甲采访是讲吼，讲这当上若要选唔选呢？即得爱有经过民主的程序。讲吼，唔是我蒋英文一人讲得准度煞，嘛唔是校长一人讲得准度煞，得爱全校的师生拢有共识，较通煞。我咧讲个废话，讲个啥物啥物迄落个？当初是蒋介石的党章采伫成大校园，敢有经过任何人的同意哈？无经过任何的老师、学生的同意，你得安尼共采落呢？我真正是要恢复原有的状态尔。你竟然讲迄种假民主，所以即摆就是伫即个社会就安尼，足侪人咧用假民主诶，看起足民主诶啊！啊，咱得公民投票，全校诶师生拢同意，才当甲请出去。当初是谁甲你请起来啊？是安怎？我只是恢复原有诶面貌尔，讲得爱全面师生来同意。而且做甲校长呢，所以各位有机会吼，我直接公开呼吁，大家敲电话校长先甲抗议啦。迄个要求，甲蒋介石当上啊，遣扫出去啊！太有人做甲校长讲即个话啊，足无担当的呢。所以呢，像这呢，为什么咱会安尼？经过十几冬去用洗脑去啊嘛！洗甲含咱一滴啊台湾人骨气、勇气都拢无去啊咧，啊嘛无分是非呢！各位，这若准讲，有一个人甲恁家的爸母抬死，台死了呢，伊搁在耀武扬威，搁家己个相片放伫恁兜，逐工叫你爱经过爱甲看一下，你做啥物感想啊？啊，即摆就是安尼，啊，所以这就是啥？这个民进党当初是即种是无转型正义嘛，无分是非嘛，为着家己一个党个利益，结果就无要转型正义啊。好，啊，咱来讲，所以这个语言甲认同伊个真重要，就是安尼。因咱长久以来，咱甲咱台湾的语言，把咱台湾的文化的主体性，拢甲用甲拢足无价值的，无迄个主体性，所以伊的效益就出来啊，就展现伫政治啊、和文化和各方面，伊的效益就倒来走出来啊。好，啊，所以咱拄则嘛讲着，就讲语言，甲认同，当然咱唔敢讲伊是百分之百，但是99%啦。也就是讲。讲台语，但是做台干呢，嘛是有啦，咱嘛相信啦。讲北京话，但是支持台湾甲中国是无同国家的嘛有啦。譬如讲像金恒伟，咱即嘛有啦，但迄种拢是少数啦。咱来知影，迄是少数啦。大多数就是你若用啥物语言，你就会受到伊背后的文化价值观、语言价值观的影响啦。这就是咱今仔一开始讲到即个语言甲认同的关系呢。这个搁接下来吼，咱一开始就讲针对这个语言甲认同的关系，咱就先来了解一下了呢。搁来，咱就来讲啊，咱台湾的语言，到底呢会当书写是无？要讲这个书写历史进程呢，咱搁先针对这个一寡专有的名词来简单讲一下吼。基本上我的定义就是台湾语言呢，伊是复数的吼，是这个复数吼，就是讲啥物叫做台湾语言呢？是基伫自然的状态之下吼，诶，迁徙之下呢，经过土著化，啊，佮有台湾传统的历史文化的代表性，而且外界普遍认同的，安尼较算是这个台湾语言。为啥咱一开始爱先把这基本的名词先定清楚呢？若无吼，讲即摆足侪人讲啊，这个北京话也是台湾语言呢、你不能排斥我这个台湾语言呢、华语也是台湾语言呢、若要安尼讲吼，越南话嘛台湾语言，咱即摆有8万的越南新娘伫遮，我嘛要讲啊，对侬点别的，我嘛要讲越南话啊，安尼越南话嘛变台湾语言，过来 English is Taiwanese， 英语嘛变台湾语言，你放五咧，日语是毋是台湾语言？我咧包山包海，全世界只要咱台湾有人伫用，就变台湾语言。哇，咱台湾语言好伟大、全世界语言拢变台湾语言，迄毋是安尼分的啦。所以咱心头爱了定，华语是毋是台湾语言？伫现阶段也毋是啦。除非100冬后、200冬后，除非使用华语的人，
伊得爱经过土著化，甲伊有即代表性。啊，其中上重要就是土著化。啥物叫土著化？就是你使用即个语言啊，你爱认同你是即块土地顶头的主人嘛。讲较歹听，即摆马英九也好，何必川也好，因遮人敢有认为伊是台湾人？伊讲台湾人还是咧骗票的尔咧，骗即个戆台湾人，敢骗票的尔咧？伊敢正讲认为是台湾人？咱唔敢讲全部啦，上无嘛八九成，遐讲华语的遐族群的，也无认为是台湾人咧。咱是真希望伊会当真做台湾人，但是到目前伊都无表现出伊要真做台湾人咧。伊即摆拢去甲阿强啊联合起来拍咱台湾人咧。安尼你讲伊的语言是台湾语言咯、喔？安尼敢对？那咱即摆呐甲承认伊迄是台湾语言咧，变安怎呢？规个伊要食去安尼。即、这个刚刚秘书讲吼，咧傣族人内底有即外来物种啦，外来物种。我也记得阮细汉的时阵吼，常常拢会细汉的时阵去外口捡迄个福寿螺卵，吼，因为迄当时人引进即个福寿螺，吼，为外国引进去白，本来是讲要食伊的肉，螺仔肉，尾发觉无好食，就甲四界弹，弹一个当福寿螺安怎？伫个田花路，伫个田内底四界弹，弹甲。伊会去食迄树叶、迄个树叶啊咧，尤其迄稻啊啦、吼农作物的叶啊，拢互食了了，食死了伊呢，造成咱的生态浩劫，吼、哦、生态浩劫呢。所以当时就出动真侪人，啊、哦，要来捡这个、掠这个福寿螺呢。这就是啥？外来物种造成咱台湾本地物种真侪，因为安尼受到威胁，甚至会灭亡去啦。啊，同款的道理呢。北京话即嘛是外来物种嘞，啊！即外来物种是安怎来的？1945年，蒋介石因遮个人，遮中国外来政权用刀用枪，甲咱压嘞，逼咱来学的呢。伊敢互咱公民投票过？无呢？伊即嘛是要叫咱安怎？讲用65吨量吼，你得爱青米煮成饭，甲我叫我做老爸啦。讲吼，即北京话你得爱讲，迄是台湾语言嘞。诶，即卖足济人安尼讲华语的本土化嘞，台湾语言嘞。哦，安尼惨哦，真正系惨。含那即最后一道防线，咱那甲接受的时会真惨哦。啊，所以呢，那在我的定义来讲，台湾语言是啥？就是原住民、原住民各族的语言。啊，过来客家，过来台语，这三大族群，因为伊伫台湾已经有土著化，已经认同这个台湾土地，而且嘛已经有长期以来就已形成一个主人的。生态平衡啊，语言的平衡啊，啊，所以这才是台湾语言。啊，再来，另外呢，搁一个专用名词啊，台湾话也好，台语也好呢。啊，那台语是啥？啊，台语呢，当然是基啊，我即马讲的这个语言啊，是基台语。所以伫咱这个定义内底呢，台语甲台湾语言是两个无同的概念。台语跟台湾语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啊，袂当混为一谈。啊、哦，有的人调工吼，要叫后卡的时阵，哎呀，啊，这个，哎，这个，啊，客家话也是台语啊，啊，原住民语也是台语啊，这个台语跟台湾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呐、啊。哦，这个南北叔讲，啊，广东话，什么叫做广东话？一般人讲的广东话了，广东话、啊，哎，广东地区，你若讲广东的语言，广东地区伊冇客家话呢，甚至伊冇所谓闽南语呢。广东地区不是跟他讲广东话呢，其实嘛做这种语言呢。啊，过来咱讲华语，啊，华语是啥物？啊，华语一般就是讲北京话嘛。哦，啊，所以迄个台语这嘛是同款，这是一个专有名词。这台语甲台湾语是两个无同的概念。啊，这咱嘛是爱分得清楚吼。咱来用图表来看，就当较清楚哈。譬如咱台湾语言，包含着台语，哈、哦，合法。啊，还是讲西拉雅，啊，阿呆雅，还是阿密斯，还是讲其他所有的这原住民族啊，属于南岛语系的这原住民族的语言呢，都是台湾语言，这拢是台湾语言呐。啊，啊，过来，啊，有人讲啊，哪咧华语咧，啊，越南语咧，英语咧，要变哪算？啊，咱搁一个概念，叫做国民的语言。啥物叫做国民的语言？就是讲，这个、国民内底有人在用啦。啊，你只要有人在用，懂迄种。国民伫使用的语言呐、啊，啊，譬如讲像越南话啦、华语啦、啊、英语啦、啊、日语啦，还是讲其他真侪，即卖足侪新移民，包括菲律宾，譬如菲律宾人，伊内样讲达加洛，哈、啊，达加洛的语言，迄嘛是国民有伫使用的语言呐、
啊、哦，迄是表示讲啊，你即个国民内底有啥物人伫使用啥物款的语言，是安尼尔。但迄个台湾语言，迄爱区分出来吼、哦。啊，即、這个话来讲，啊，即、這個、台语呢，即、這个词要用啊，唔用，话来讲唔好用哦。即、這個，啊、哦，台语应该爱叫做河南话，还是叫做闽南话？吼、哦，唔通叫台语，安、哦、尼较袂去，较袂去排挤着客家，还是讲原住民？吼、哦，啊，即、這個、呢，咱嘛是爱直接厘清啦，吼、哦。台语这个词，敢即马才开始讲诶？其实一百年前就有人伫用啊咧，哈、嗯，真早就有人伫用这个词啊哈。啊，有人讲吼，啊，这个台语呢，应该叫闽南语。啊，请问闽南语是啥物意思？闽南闽是啥物意思？嘿，闽是福建的简称嘛。啊，闽呢，伊是啥物意思？哦，咱即卖呢，咱甲查中国的古册哦，这个许慎呢。东汉考生伊一本叫《说文解字》啦，《说文解字》内底伊就解说着“闽”是啥物意思。好，我为这古册这是原稿哈引出来哈。闽呢，伊讲东南越舌种以从门生五金切，五金切是讲伊声音安怎发的哈。意思讲啊，东南越的舌种啊，东南越的蛇种，吼、哦、啊，过来，哈、哦。即、这个清国的时阵呢，有一个段誉才有个注解哈、哦，就是针对苏文杰，伊去个注，就是去个写较详细，因为惊为人看无呢，所以去个详细去解说哈。伊、哦、的即个闽嘛是哈、哦，东南越，点哈、哦，啊，加一下即个哈，闽蛮之别啊，加越，啊加啦哈，因为东南越呢，伊是夷蛮之国也啦。夷蛮之国就是野蛮的国家啦，野蛮的国度啦，野蛮的民族的意思啦。所以闽是啥？是讲你这吼蛮啊啦，讲你是野蛮人啦。闽是安尼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其实过去福建简称做闽，迄其实是啥？北方人伫对福建的、对整个南方的人看袂起啊。讲恁这个蛇囝嘛，恁这都唔是人啊，恁这是野蛮民族啊。所以你看清国的时候，伊个讲足清楚啊。啊，东南越夷蛮之国也啊，蛮你这个夷蛮之国，野蛮啊，所以你看古早中国是啥，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啊，都那介无共国个吼，介无共人种个，伊拢讲啊，你这野蛮民族，你这个蛮啊，中国人是安尼呢，拢叫是家己上敖嘞，啊，伊敢有影上敖，无影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蛮呢，基本上伊就是伫歧视，看人无起，佫是你讲侮辱啊，骗、哦、笑。讲偏向的一个用语呢，结果呢，包括咱即卖台湾的即个因呐吼，因中华民国教育部嘛是坚持讲吼，啊恁讲的这叫做闽南语，吼啊袂当叫台语，伊若拄着台伊就惊啦，就无好你有台啦，倒只有台字吼，伊都拢无啊，就讲即个叫做闽南语，啊是来讲闽，足无理的啊，这是足明显中国古册就是安尼写嘛，啊，啊这你看，所以即个闽呢，伊这是蛇嘛。哦，是只蛇意，就是讲野蛮民族哦的意思嘞。啊，这呢，就足明显，蛮就是歧视的。啊、哦，结果咱台湾的这些人嘛，无清楚呢，甚至家己所有的闽南人哈、哦，所有台语族的人呢，家己嘛无清楚啊，讲啊，咱这叫做闽南语、闽南语。哦，家己就是咧侮辱家己呢，就敢那袂像古早，像早期原住民啊、哦，被称为番仔时，啊嘛讲啊，我是番仔。那是反，哦，唔是反啊，哦，所以咱即卖即其实嘛是爱正面，即用闽南语其实是无啥特懂啊。顶多呢，顶前几礼拜顶几个月吼，顶多呢，阮校办一个 workshop 吼、哦，一个小型的会议呢，啊有一个澳门来学者，中国学者呢，顶多伊头壳较清楚啊，伊一台伊的意见来讲吼，啊这闽呢，这就是。看人无去侮辱人的意思啊，所以这闽呢应该爱改名较对嘞。顶多人中国人是讲，这闽应该改名嘞。敢那台湾的一挂学者吼，家己头壳无清楚，拢讲啥？袂啦，啊这闽自古以来就安尼，也无啥物歧视人，用足久啊嘞。啊，古册就甲你写伫遮，讲佫无歧视人。这人白白薄硬要甲你黏甲乌呢？哦，爱讲啊，这用惯啊，清淡用惯是啊嘞。欸，啊过去原住民方。侮辱方称呼做番啊，迄嘛用足久啊呢，但是咱嘛应该改嘛是爱改的。他后迄个讲，这用几千单啊，咱就继续用就好。
哦，啊，过来，有人讲，啊，说这是这个，2009年的时阵呢，哦，正一个社团呢，就去教育部抗议，因为当时教育部就是要用这个万这个字，所以就去当上纸去教育部，哦，正一个社团去抗议。啊，啊，实在讲呢，这个台语这个用词呢，都在讲，迄一百当前就有安尼。甚至国民党都来台湾的时阵，哈，即中国党都来的时阵，伊嘛是叫台语呢。我发现一挂挖出一挂史料出来，哈，像这呢，这是他1950年代的时阵，哈，蒋介石因都来的时阵呢，伫军方因有印一本册叫做《注音台语绘画》，这，哈，这拢有我这位图书馆去甲找出来，《注音台语绘画》，哈，这有看到，蒋介石佫提名呢，蒋中正佫提名伫遐呢，哈，啊。因迄当时呢，哈，伊嘛是用台语这个名称呢。因倒来时，伊嘛讲这个台语啊，是安怎买啊？才1970年代以后，才规个改变。为什么？啊，伊讲话讲哦，啊，恁台湾人台湾意识伤强，所以呢，爱去台湾化啦。所以为教育、为媒体、为遮，拢要甲你去台湾化。所以后来，伊无爱用台语啊，伊叫做闽南语啊，是安尼呢。所以迄当时阮抗议时呢。这是一种做的一个扛棒哦，人蒋介石就用台语啊，哦，啊，过来，像迄当时呢，这个中华民国因台湾省的国语推行委员会，就是现初时的教育部的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前身呢，因迄当时嘛出册，你看因册是啥？台语方音符号，伊嘛叫台语呢，因看啊，这当时1955年的时阵。因所出的教材，伊嘛是用台语呢，伊敢有叫闽南语嘛无啊？啊，啊是安怎要改？就咱拄仔讲，伊要去台湾化嘛，伊要去台湾化，只要拄着台的拢无爱啦，要把咱台湾意识降低嘛。啊，过来咱过来看吼，为无同个角度，我想讲，啊，要叫做闽南语，啊无叫河洛话啊。哦，安尼较袂排斥到其他的客家，还是讲原住民，其实是两回事嘛。咱拄仔讲过啊，台湾语言本来就包含原住民族各族的语言，还有包含客家，啊、哦，这本来就是台语甲台湾语言本来是两个不同概念啊。咱即马过来看中国的例就好啊，然后你若讲吼，如果用闽南语就会排斥到客家，欸，如果照这样子来讲，我们来看一下闽南哈，所谓的闽南语一下，这是中国哈。中国福建是这样，这是福建吼，啊，这是广东，啊，这是广西吼。福建伊有啥物语言？伊个语言嘛足复杂个呢。哦，伊敢若所有个福建话就分足侪种啊。哦，啊，过来，你看咱即摆画这吼，粗粗这线，这是即个所有个即个福建话吼。啊，南部则是即个所有个闽南话吼。啊，即个浦西个这是新个浦西这呢？啊，这是客位分布的地点，客位分布较散哈。伫闽南、福建南部咧，哈、哦，伊嘛有所谓客家话呢，啊，伊嘛有客家话呢。所以你若讲这叫做闽南语，安尼嘛是排斥着客家，因为在福建南部也有客家话。福建南部不是只有闽南话咧，嘛有客位，嘛有客位呢，安尼嘛是排斥着客家。啊，过来，所谓闽南语呢，伊的分布地点，对不对？伫广东的东部地区，嘛所谓的闽南语呢？啊，那安尼你讲广东话，哎，广东话嘛排斥着闽南语，甚至广东地区嘛客家话，你看，广东的北部，遮浙江遮，啊，搁有这一点一点的这，足侪拢是啥客家话呢？尤其咱台湾的个客家族群呢，足侪拢是为广东的士官，吼、哦，甲海丰、陆丰，啊，搁西安，吼、哦，为遐迁徙过来呢？啊，那广东的嘛排斥着客位啊，哦，啊，过来广东，你看广东内底有客位，有这个闽南话，嘛，佮有壮迄、那个，佮有迄少数民族的语言呢，哦，啊，那为啥呢？叫做广东话，啊，那无一个所在伊的话当称呼一下，所以迄通常就讲你会叫做甚物话，迄甲你的历史有关系，甲你的这个，比如讲你伫广东内底呢，广东话一方面是伊人。多数较侪，过来是古董以来，伊遐就是已经足久，就是拢用广东话啊，所以变成有一个代表性。所以人来讲啊，这是广东话。啊，为什么客家呢？伊个号名是用客家，
毋是用地方，因为客家是较后来较兴盛的，啊，就是讲，譬如讲伊客家刷来较广东，人遐已经在地已经有人啊，所以伊种拢互称呼做外地来人客就对啊。好，伊来到福建嘛，同款；来到江西嘛，同款。伊为北方迁徙来的时阵呢，在地拢已经有人住足久的人啊。所以客语呢，伊唔是用地方来号名，客语不是用地方来取名字。好，干那譬如讲福建话、广东话，哦，还是讲上海话、四川话，伊拢会用地方来号名，因为遐人拢住足较久啊，各位的代表性。哦，啊，客家因为是历史上较后来迁。前说，所以伊变成用客语，啊、哦，是当客来的话，所以用安尼的名称。啊，其实客话呢，这个客话这个词呢，这嘛是近代罗湘林因做客家的研究了，较形成一个较普遍的讲法的。无啦，过去包括越南毛客人呢，但是越南因客人呢叫做外族的，因为客话内底外系客家人，吼、哦，我是啥物人，也讲外。啊，所以其他族群看到哎，迄啥物货，哦，啊，迄、那个对族外族的，所以真侪所在拢会甲客人叫做外族啊，啊、哦，啊，所以照讲，其实客家吼，这是多题外话，就讲客家这个词其实是原始的意味是嘛是看人无去的啊，就讲吼，伊是客人，是人客意思啦，你外来的啦，你唔是在地，啊、哦，所以意思是讲你拢唔是主人，你是外来的，所以照讲，我嘛咧想讲吼，客家应该发起一个。运动吼，就是讲，卖阁叫客家，应该叫头家啦，头家，吼、哦，头家嘛比客人较好，啊无就叫外，外就是我嘛，啊阁叫做人，啊、哦、人，因为客话内底人叫做人，啊足侪族群伊个名称拢叫做人，譬如讲前一工，前一站，真有名，即、這个赛德克巴莱，哈、啊，斯迪巴勒哈，斯迪就是人的意思啊，啊，所以包括咱原住民达悟。达悟嘛是人的意思啊，所以足侪原住民、足侪族群的名称，就是用人，哈、哦，人就是做伊迄个族，啊，所以客家嘛，那用人就是人，用人族，哈、哦，啊，咱台语呢，咱嘛当，譬如讲，即叫做人族，哦，有的人讲哦，你也不爱叫河洛族，不爱叫闽南族，不叫人族，迄嘛是袂歹，即嘛下世界上的足普遍的这种惯例啊，哦，用安尼时阵，佮当。凸显到你每一个族群的特色，哈、哦，譬如讲，咱讲人族，还讲人族，人族你得用客话来念，啊，你人族你得用台语来念，哈、哦，啊，你那是用原住民名称，你得用原住民话来念，得用伊本族的话来念，安尼较合理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个翻头个转来看啊、哦，所以讲你用闽南语来称呼嘛，无样较好啦，同款嘛会排斥到，吼、哦，广东的也好，福建也好，所以其实迄拢是啥？讲歹听是中国党诶，条件要甲你计划，较要互你甲台语，无爱用台语，无爱用台湾即两即字呢，找一寡无合理诶理由啦。哦，好，以上呢，这是做一个即个针对名称，咱才来甲澄清一下。过来呢，咱就要来讲啊，啥物是台语文学？哦，嘛加迄台语嘅文学。哦，当然啦，上基本就是。你要用台语来创作，吼、哦，同款，啥物是客语文学，嘛甲迄合法嘅文学，吼、哦，啥物是客语嘅文学，当然你得用客语来书写嘛，啊、哦，啊，过来，客语文学甲客家文学有同款无？在我认知是无同嘅啊，但是台湾真侪人吼、哦，伊讲讲啊，客家文学只要可以描述客家精神，那就好了，不一定要用客家话来讲。我感觉迄是唔对嘅，我认为。客家文学一定要用客家话来写啦，哦、啊，那无你就无啥物特色啦，啊、哦，同款呢，原住民的文学最理想嘛是要用家己的母语来书写，安尼是较合理的啦。那无吼，迄拢是翻译文学尔啦，啊、哦，譬如讲像即卖原住民话用中文来书写，基本上迄无迄个原住民的味出来啦，尤其作者。即卖话较少年的原所谓的原住民，伊不过是系统上是原住民尔，伊根本就拢伫都市大汉的啊，哦，啊你若阁用中文来书写的时阵，啊你讲迄是叫原住民文学，嘿，迄、那个一点讲歹听，臭油破味嘛无，哦，啊所以咱即卖阁翻头转来，啥物是台语文学？当然就是爱用台语来书写吼。哦
啊，这个台语呢，到底是要哪写？哦，因咱进门这个更新哈，是较入门的更新嘛，所以咱简单介绍一下哈，台语是要哪写？在座敢有人会晓写台语的？还是写客语的嘛，无要紧，还是写原住民？会晓写家己的母语的话，举手一下，我先做一个调查。敢有？无要紧，这毋是各位的问题，这个不是各位的问题，大家都是受害者，咱拢是受害者啦。咱拢是中华民国这个独尊华语教育之下的受害者，大家拢是受害者。但是呢，咱即摆已经知影咱是受害者了，咱就安那要改过啊，咱袂当阁继续受害啊。吼、哦，咱就为即摆重新来翻头，甲咱家己的母语，台语也好，客语也好，原住民的族语也好，拢爱甲救倒来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即摆先来看讲啊，台语是要怎写？当然，现初时呢有几啊种的这个写法哈。传统是早前是有全汉字的哈，譬如讲你这个歌词，台湾古早迄种歌词哈，也全部用汉字来写。但是汉字是台湾式的写法哦，唔是北京话哦。所以你呐未晓台语的人，你看迄歌词你是看无的啊，因为迄歌词是用台语的汉字来书写哈。啊，再来另外一种是全部用这个罗马字来书写。啊，这嘛是百外当前，咱台湾就有啊，是透过传教士传起来，哦，伫写一个台语，这咱等下过会看哦。啊，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汉罗合用，汉字甲罗马字难咧用。啊，为什么有汉罗合用的产生？这是他这二十年来较普遍的用法，因为吼、哦，你台语要全部用汉字来写吼、哦，一寡话一寡。艺术呢，还是讲一寡腔口呢？你无法度表现甲真素实，袂失拍啦，表现了袂完整吼，所以就爱染一寡罗马字会较水气了，对啊。啊，当然你若当用全部罗马字来写是上好，但是即摆呢，咱大多数的人，包括我，咱拢受着汉字的教育大汉的咧，所以变成汉字较熟手、较惯习。常常要叫咱全部用罗马字，咱可能会看袂惯习啊。哦、所以过渡期呢，咱就有汉罗合用的这种写法、哦，原因是安尼。所以这三种拢有人用。啊，当然有的人讲，啊，到底我要写对一种较对，拢会使，三种拢会使，看你个人的条件，你个人的关系。你若关系用汉字的，你用汉字来写嘛无要紧。你若关系罗马字的，譬如讲，像这个当宏安教授，哦，伊本身是长老教会，啊，伊嘛足早就拢会用白话，伊白话伊嘛足好个。伊得当用白话字，就是教会罗马字来书写。吼，啊，你若讲罗马字拄第一学也无熟手，咱就用汉罗嘛是会使，就你的方便拢会当去写。吼，啊，同款的道理，客语合法是安怎写，嘛是差这三种的说法啦。啊，所以你得爱去学迄个客语的罗马字。吼，学这客语有哪一条主人对当写？吼，啊，咱就来看嘛，像这呢。就是古早全汉字的这个台语哈，像这《好心梦》啊，《大战歌》哦，《好心梦》啊，《大战歌》啊，伊讲敌人主角就是我，这边《好心梦》啊歌，一本连线做小说，万行生活受拖磨，什么歌啊遐趣味，未念先甲恁通知啊，伊、哦、这是拢啥七字啊，七字安尼一个歌词哈、哦，啊，这种。这就是汉字写的这个台语书写哈。啊，过来哦，这是风较大，我过去看哈。啊，当然过去这歌词呢，每一个人的写法拢无啥共，无一致啦。这是这个汉字的问题，就是讲，譬如讲《好心梦》啊，《好心》，你用这字写，我看过足侪人无共的写呢。话吼写作雨神，一个落雨的雨，啊个神，神明的神，雨神，哦。初也音啦，好甲神哦，啊，初也音讲叫做好神，就是苍蝇哦，啊，但是迄卖误会，这是雨神呢，哦，所以作者就无共写法哈，这是伊个欠点之一哈、哦。啊，过来，啊，你若是白话字，就是罗马字的写法哈、哦，像咱正看，这是这个台语的圣经，这百话当中咱都有啊，规本圣经拢用台语书写的，啊、哦，圣经的头一章哈。哦创世纪、创世纪，吼、哦，爱、啊、这个全部拢用白话字来书写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，
汉语的用法，啊，就是汉字甲罗马字难咧用啊。啊，这种呢，咱即卖来以这个啊《单兵人》这首诗，咱中途干要休困，还是直接，无咱就继续落去哈。啊，咱再提早下课好啊。啊，好，啊，咱这个汉语合用，咱用这个单兵字《单兵人》啊，作家伊的一首《故乡的残垣》。好，用这个来做举例啦，哈。嘿，单兵人哈，这是这个啊，伊讲白灵犀，脚长长，想要烧酒问，哈，你来来去去，会当陪我远？哦，伊这字形走去哈，因为咱这台主机无迄字形哈，这照讲是真烦，还是声调啦哈。啊，过来，敢会飞过阮故乡的残垣？啊，过来，牛车路高长长，想要烧酒问，你远远远远会当行外远？敢会行过阮故乡的残垣？自阮离开了后，故乡早就怕远，简单剩着一曲干梦花。自阮离开了后，故乡早就怕远，简单剩着满腹心酸。十五暝月光光。借阮窗仔门，月娘啊月娘，会当借我远？敢会借着阮故乡的残垣？啊，像这种，这就是汉的合写的方式哈。啊，有的人讲啊，像这会当，为啥要用这罗马字？因为会当呢，你若用汉字，有足侪种无同的写法啦。有的人写会动啊，啊，很会不会会啊动吼，足寒迄个动。啊，有的人写会当啦，迄个当然的当然。有足侪种无同个写法哦，啊，那我来看是讲，像这种呢，你写出来，大家用法无啥同个汉字，咱就卖用，咱就用罗马字就好，安尼较一致嘛。用罗马字啊，拼出来拢同款啊，哦，啊，所以这就是你若唔知影汉字要哪写，还是讲你这汉字写出来呢，有无同个意见的，无同个写法，咱归去就用罗马字就好。啊，这是汉罗的大原则、大原则是安尼哦。嘿，好好来插播一下哈。然后要上洗手间，你家己主动去哈。啊，后边迄个总理的迄个办公室遐有咧量西装，哈，啊，一束是5000块，可以预缴1000块定金，是一个上衣哈，啊，两领西装裤，啊，女生是一领裙，一领裤，哈，爱当梳啊，自己哈，去啊量安尼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谢谢。好，哎。啊，这个汉罗合用的原则，大概是咱都要讲的啊。但你呐，啊，当然话讲，我足够啊，汉字足够，我会当全部用汉字，无要紧啊。你也感觉你汉字足够，你就来写哦。但是爱提醒各位，你会用写，但是人不一定看有。所以呢，啊，咱原则上咱嘛无要排斥任何一种的写法，就是就你方便你会晓方式来写就对啊。啊啊。啊，那无法度的呢，你就是用汉语的方式来书写哈。譬如讲像这个，啥物号做无适合呢？譬如讲像佚佗呢，佚佗要哪要哪写？我做这种无共，为了写佚佗、七粒头啊，哦，啊像岁月蹉跎，啊像日月走马平，哦，这字啊应该还佫一个马平哈，因为电脑拍袂出来，哦，迄个还佫造字哦。所以呢，像这种的呢，有做这种无共写法，咱归去就佮用。罗马字拼出来啊！罗马字就安尼拼七头啊！啊，有人讲啊，这罗马字啊要安怎学？当然，若有机会，咱民政府吼，若会使再去开课哈，台语、客语吼，无同语言的课，互咱会通读甲写。啊，至少上无呢啊，咱会当上网络哈。各位，你会当来咱新台台湾语文测验中心哈，台湾语文测验中心的首页。啊，迄网页伫底，你著 Google 吼，甲拍者台湾语文测验中心，就走出来啊。啊，咱台湾语文测验中心迄边呢，咱有一个台语教学资源，啊，教学资源。啊，你往遐个点迄边呢，咱就列真侪相关的资源，哈、啊，看你是要学罗马字的，还是要台语的输入法。啊，咱会当用台语来拍字哦，哈、啊。咱过去拢爱用波波么，还是爱用中文仓颉，还是啥物有啥物，迄拢甲等在边啊啦。咱会当用咱的母语。你会当用台语，嘛当用客语，合法嘛有。咱这套台语信蒙诶，信蒙癌诶输入法咧，伊有台语嘛有客语，是合作伙，足方便诶。你用台语，要用客语嘛会使。
哦，啊，所以咱遐有详细的入门的一挂相关的资源哈，伫嘿伫遮哈，伫伫咱迄个生态台语基本测验中心的这个网站哈，啊，咱只要一个台语教学资源，你往遐个点咧，都有真侪资料啊。啊，其中内底呢，有一个叫台语信望爱网站，台语信望爱啊，这是由教会啊诶一挂志工来成立的，内底嘛有真侪资源。包括咱迄台语的输入法、客语的输入法，就是由遐开发的。各位去遐看，都拢有资料吼。好，啊，所以呢，各位系得系得即只吼，即就是咧台语的教学资源吼，即内底有相关的一挂真侪物件吼，各位当来遮啊，大多数拢免费，你来咱看啦。吼，啊，当然你若话若想要买册嘛是会使，比如像你若要学咱拄则讲迄个佚佗台语的话，伊是要哪拼？啊，即伫即个。长老教会呢，伊母语推行委员会，阮也当前伊嘛出一本台语迄个白话字基础教材、白话字基础教材，一本册叫《教 CD》，迄嘛真好用。啊，你若去即、這个，比如你若台北的去台湾的店，啊，啊你若台中呢有即、這个台中的本土文化册局，啊像台南呢府城古册店，甲即个教会公布一下，伊拢有伫卖。啊像你网络 Google 一个嘛拢有啦吼，啊是讲即、這个。你若要书店、词典，比如我你拼了对唔对？啊，咱即内底我即嘛有介绍吼，咱嘛有网络的词典啊。譬如讲啊，我的名台语罗马字是变哪？我见伊遐闽南甲你讲，汉字转罗马字，啊，像罗马字要转台语拢有啊。即内底拢有吼一挂相关的工具，即内底足济啦，足丰富的。咱今仔无时间通讲啊，这有闲恁家己来遮看就会使。啊，若真正着搁有问题，则欢迎恁写。没有，也是讲打电话咱台湾语文测验中心，啊，咱拢有专人的这个工作人员伫遐呢，哪有啥问题会当甲问，啊，报我名了，因就会来恁迄个真热心甲恁回答遮相关的问题哈。好，安尼咱个翻头，搁转来继续讲咱这个台语文学这个部分哈。啊，咱拄只这个啊，咱拄只讲啊，台语是变难写哈，当然是简单尔哈。啊，过来，咱过来讲。啊，台语书写历史是安怎？哦，台语的书写历史咧，认真讲吼，咱台湾语文的白话书写历史呢，是比中国五四运动搁较早，比搁较早啦。哦，中国五四运动是当时1919年啦，1919年呢，啊、哦，胡适因这人，胡适呢，因这人发动这個中国的白话文运动，1919年，啊，这個、年代你甲记咧。咱等下要介绍的一挂即个出版品的，拢比伊较早哦。啊，这是咱先插播，咱拄则讲的，咱台湾上早书写的文字是啥？原住民西拉雅语的。哦，咱原住民西拉雅语是上早的。啊，即卖呢，即个啊，就是咱拄则讲万寿关乌马啊，乌马因呢，伊嘛即个西拉雅即个复兴运动，所以你若要学西拉雅话呢？都住台南的，想要学西拉雅，会通找吴马英，吼、哦，伊嘛会开课，伫万书娟，吼、哦，因为一个西拉雅协会在推广这个西拉雅的话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啊，咱来讲这白话字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咱拄仔讲的迄教会罗马字，吼、哦，伊这白话当前就有啊，像这是以前的历史，诶，这个教科书，吼、哦，白话字是用教科书，这是古早的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书店嘛有呢。上早啊，1837年啊，福建方言字典啊，这 Medhurst 所出版的啊，过来道家德的1873年下英大书典啊，啊，过来伫咱台湾第一本伫咱台湾出版的啊，咱台湾家己出版的1913年是这个甘威廉牧师伊的厦门音信字典啊，这本册已经够改名，伊即摆叫做。甘威廉台语字典，甘威廉台语字典。啊，讲到甘威廉，咱嘛个稍来补充一下哈。伊这个甘威廉牧师呢，伊来台湾嘛是替咱台湾上早创立这个蒙人的学校啦。啊，就即卖台南那个溪冲校的前身，台湾蒙人学校，一百年前人就设立嘛。你看咱一百年前就对这个蒙人，对这个就讲残障啊，就讲身体较无完整的即个人士，伊个照顾，你看百外人前，咱就设学校啊。哦，啊，过来伊写足侪有关台湾的历史的资料，
包括讲即、這个，伊嘛整理即个荷兰人、荷兰统治下诶台湾等等，足侪啦。有关台湾文书诶，真侪英文诶文献，拢是伊写诶，啊无伊整理诶。啊、哦，咱是补充一下吼、哦。啊，再来，咱再来看吼、哦，像这呢，就是福诶，即、這个诶音大书店啦吼、哦。咱拄仔讲1873年杜嘉德诶，即个诶音大书店，吼、哦，伊这内底拢是英语、英语甲即个台语对照吼。哦啊，过来，哦，像这个，像这呢是这个厦门音新字典，咱即摆改名做甘为人台语字典，哈、哦，像这呢，啊，伊个内容，啊，这伊内底呢，拢是用白话字、台语白话字来注解，哈、哦，啊，附一个汉字安尼，啊，这即摆嘛阁有，啊，伊即本呢算是上普遍啊，卖了真普遍，伊无介厚，无介大本啦，哈、哦，稍等薄薄啊，要查真方便。哦、啊，这本嘛真畅销，这嘛阁有伫卖吼，各位若出去嘛当去看吼、哦。啊，过来，拄则讲迄是字典，啊，过来报纸嘛有呢。咱台湾上早的报纸，用白话字写的，用台语白话写的呢。哦，像这台湾府城教会报，伫1885年，吼、哦，1885年的时阵，哦，这个满清还阁伫的，哦。孙文因革命都还未开始的，哦，中华民国也都还未出世的，咱就已经用这伫办报纸。你看台湾府城教会报，就用白话伫报纸啊，哦。啊，过来，伊这个报纸内底呢，有人讲，啊，你这报纸是毋是拢甲教会有关系？啊，我也无信教啊，啊，这甲台湾啥物关系？但认真讲吼，世界各国伊个国民文学呢，拢是。差不多拢为圣经来啊，拢甲教会有关系啊。你若看欧洲，因的即个国民文学吼，拢是甲即个宗教改革有关系，甲马丁路德伊的即个宗教改革有关系啊。啊，这是安怎讲？各位咱甲回想一下吼，即、這个过去欧洲呢，伫中古世纪的欧洲，古早欧洲呢，因是拉丁文的世界。就是你若去教会呢，你圣经吼，敢用拉丁文写尔。一般老百姓，一般会友看有无？看无，信徒看无，爱上较看有，敢若牧师啦，牧师神父啦，应该是讲神父啦吼，敢遐神职人员较看有尔。所以你若去做礼拜时阵，遐神父就爱去甲你翻译，伊看个圣经了，才甲你讲啊，人上帝咧讲啥，吼、哦，才甲你翻译互你听着对啊。啊，但是咧翻译安尼有问题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。头啊拢无问题，但是句了会歪出来呀。哦，有当时啊一寡较无，就较歪歌的神职人员呢，伊就黑白歪出上帝讲的话咧。上帝也无影咱讲，但是伊就家己黑白翻译啊，家己黑白做咧。哦，啊，所以就发生真侪问题。后来呢，这个马丁路德哈、哦，德国的这个马丁路德，伊呢就提出一个宗教改革。啊，这个、宗教改革，伊就是讲吼、哦，要希望会。宗教改革其中上重要一项，就是吼，遮个信徒会当家己来看圣经啊，会当直接甲上帝直接啊，直接跟上帝沟通。啊，上好就是吼，因家己来看圣经。啊，要哪只看好圣经？你用拉丁文写，伊看无啊。所以你就要用信徒、用会友，伊看有诶，用伊爸母话来写，伊才看有啦。所以马丁路德呢，因就甲拉丁文的圣经翻译做德国话。因为伊讲德国话吼，所以翻译做德语，所以现代德语呢，德语要哪写？是为迄阵才开始来的呢，才开始有德语的书写呢。近代德语的书写是安尼，透过因为要翻译圣经，然后开始建立迄个标准化出来。啊，个你这圣经翻好了，你得爱教嘛，爱教这会友，教这信徒，教教讲啊，这德语的圣经要哪看？你得爱教伊落嘛字啊，爱向拼写啊。哦，就讲啊，德语你通讲，啊，你也通写咧，所以就开始去教。啊，这信徒学起来了，伊就当安怎进一步做应用啊？伊当应用伫各方面嘛，除了甲圣经、甲读圣经有关系之外，伊甚至要去买菜、买物件，咪当做一下笔记啊。哦，还是讲伊要写日记嘛，会使咧。啊，过来，若对文艺较有趣味的人，伊就当去做啥？做田野调查、做田野调查，去采集民间文学啊。采集这民间文学的物件咧，哦，啊，所以格林童话就安尼来，啊，就格林兄弟啊，因就去采集这民间
民间故事，民间的囡仔故，采集起来就变格林童话，就是安尼来啊。哦，啊，然后伊采集了这民间文学的作品呢，伊就安怎踮学校咧教，学校咧教时，大家就咧读啊，就用德语去读这德国的民间文学咧。啊，伊就有迄个啥共同的意识出来，啊，咱拢是德国人啊，咱拢是日耳曼民族的咧，迄、那个民族意识才慢慢形成咧。哦，啊，过来灾情若较好个，哦。靠创作的这个技术的材料的人呢，伊只民间故事读读了，用去做背底，然后进一步安怎来创作，就创作出因现代德国文学出来啊。所以欧洲、西欧国家因这近代国民文学拢是安尼形成的，包括因的国民的意识拢是安尼形成的，民族意识是安尼来的。所以呢，迄当时的台湾嘛是同款的，即个白话就传来个台湾了，欸伊嘛是为着要互信徒会通看圣经，伊就开始教白话字啊。啊，教大家人白话字了，啊，啊，过来，伊就办报纸啦，过来出版足济无共出版品啦。所以你若看这份报纸呢，伊就足重要个呢。伊提供读个人甲写个人一个真重要个沟通个平台啊。啊，你搞写，你就写写来只刊登。啊，你袂晓写无要紧，你爱人读。哦，啊！你学会晓读了呢，你就会当遮来读遮个作品呢，所以就有一个真好个平台出来嘞。你啊看这1885年，咱就有这个报纸哦，啊，内底呢，咱就记几啊例啦吼。像讲呢，1886年呢，就有人写一篇第一篇个小说，叫做《日本个怪书》，日本个怪事情啦啊。1886年，哦，啊，这个第一篇个小说，短篇小说是写啥？在座敢有人读过？有人读过，请举手一下。好，无好，无紧吼。安尼，我来简单讲一下吼。伊这篇第一篇小说是咧讲啥咧？伊是咧讲有一个人咧，吼，去住伫个客店，吼，客栈，吼，住客栈，住伫个客店咧。伊就甲这个客店的头家讲：“头家啊，啊，明仔载甲我 morning call 一下，吼，我有代志咧，爱较早起来。”啊，这个头家当然就甲应好咧。啊，过当工咧，时间一日到咧。啊，头家就要甲叫起床啊呢！啊，咱知影古早无电话啦，无像即摆你个电话亮一下就伫咱 morning call 咧，伊就爱去弄门，所以即个头家就去即个人客房间遐要甲弄门咧。哎，当要弄门个时阵呢，为即个窗仔边就影迄边看迄边呢，伊讲哎，即个人呐，人客呐足奇怪，伊咧睏吼，啊，盖被啊被有狐狸个尾溜吐出来，伊就想讲这到底是人还是狐狸精？伊会感觉真古怪咧，哦，伊本来会带，惊即若好人，即毋知要怎，毋敢弄门咧。尾啊咧，伊还是提出个勇气，伊就哭哭弄门迄边啊。啊，弄门迄边了呢，讲话就皮皮出咧。啊，即个人去看伊，看头家皮皮出，看头家也无你是安怎哟。头家嘛毋敢讲啦，啊，毋过尾啊嘛是提出勇气来讲吼。啊，到我拄则要去买时阵吼，看着你有狐狸个尾溜啦，你到底是人还是狐狸精啊？啊！啊！这个、人客看到司机泄漏，知影这秘密熊知影用啊！我着老实甲你讲啦，无唔对，我着山顶来狐狸精哦！啊，即届都有代志要来办理吼，安尼啦，这个秘密既然都互你知影吼，无安尼，你帮我保守这个秘密，啊，你若帮我保守秘密吼，我会甲你报答，要哪报答？到你若摕10元吼，迄、那个庙里若无拢啊，迄添香香迄吼。你若摕10元，放伫挑面箱个箱仔顶头呢，过当工过去，互你变20元加倍行李。伊即个头家想，啊哪有遮好康个代志？不离过呢，伊就想讲吼，无要紧啊，无我罔试，试看卖呢。吼、哦，我着摕10元来庙里挑面箱遐个放呢。欸，过当工去变偌济？变20呢？伊讲哦，真正个呢，哦，真正安尼冒死啊嘞，无做伊20元搁个放呢。过当工过去，真正阁变40元。哦，伊想讲，哎，即只真正冒死啊咧！但是安尼成万，10元、20元、30元、40元、40元、80元安尼是变成万。我囥较济啦，要甲囥偌济？那恁个囥偌济？啊，囥1000好啦，吼、哦，1000就甲囥落啊咧。过当工去爱变偌济？哎，现在照讲个2000咧，还是安那拢无去？种奇怪啊！伊都唔信咧，就阁囥1000。过当工过去嘛是无去，尾啊伊才恍然大悟，伊拄着变身啊诈骗集团，啊根本都毋是啥物狐狸
好你听、哦、所以呢你这个低频小酸呢，所以这个低频小酸就是坑咱不能消贪啦、哦、你看看一百多当前我们的祖先就坑咱不能消贪了呢、哦、结果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是又有诈骗集团骗去骗、哦、钱啦骗身躯啦甚至骗选票啦哦，你看，百外年来，咱台湾人这个消贪的民族性吼，爱搁改啦，哦，这若无改起来吼，对咱来讲是无好。啊，这百外年前，咱祖先就写这，甲咱警告啊呢，哦，你看这1886年，啊，中国中华民国敢出现啊？也袂呢，含一粒卵嘛也无的呢，也袂出世的呢，也搁晚清的呢，迄当时也搁晚清统治的，搁大清帝国的呢。欸，咱就已经用白话来咧写小说啦呢，哦，中国人搁咧知乎者也是，咱就用白话咧写小说来咧。啊，过来，除了这个写作的之外呢，嘛有翻译的啦。咱拄则讲的，欸，譬如讲欧洲格林童话，还是 Anderson 的童话，哦，欸，这嘛拢有翻译呢。啊、哦，譬如讲，咱记一个，1915年，有一个台语版的《灰姑娘》。你捌看过台语版的《灰姑娘》无？《灰姑娘》，恁知伊翻作安怎无？够人知伊《灰姑娘》台语版的安怎讲？好、哦，伊甲翻作土炭啦，只土炭，因为《灰姑娘》因兜咧卖土炭啦，卖迄木炭啦、煤炭啦，吼、哦，《灰姑娘》因兜咧卖煤炭的，啊，煤炭就乌乌啊，你手摸摸去摸你的面，所以你面就乌去啊，所以《灰姑娘》台语版的就是安尼来，吼、哦，咧1915年。台语版的灰姑娘，哦，你看中国嘛，也未五四运动呢，咱就甲欧洲人的民间文学，因的囡仔故事嘛，甲翻译啊，哦，这是举例尔，佫有真侪啦，哦，啊，甚至科学的嘛有啦，哦，包括伊嘛介绍到即个，比如瓦特发明蒸汽机，哦，也是讲即、這个，即、這个美国的即个Edison，哦，爱迪生呢，哦，发明电灯什么啥，嘛拢会介绍呢，哦。再来，咱来看像这呢，1926年，郑克盼伊所写的长篇小说《出师山》嘛有呢。咱拄则讲，迄是短篇呢，伊嘛有长篇的呢。哦，《出师山》长篇小说1926年，哦，几本，而且白话小说。啊，这呢，几当前呢，咱台南一个金安出版社吼，因为佫有甲再版，重新出版，啊、哦，还佫有发。这个汉罗版，所以你若有趣味会当去买，哦，啊，过来，像这1925年10项关键，哦，这是这个蔡培慧所写的吼，哦，伊用罗马语写吼，10项关键，就是讲针对咱台湾文化要怎只发展呢？伊提出十大个看法。十大看法，啊、哦，其中有一项是讲到这个新台湾甲罗马字的关系，就是爱普及罗马字，爱普及罗马字，啊、哦，其中呢，伊伫14页至15页遐吼，伊、哦、有讲到吼、哦，有人要念看卖无？敢有人遐？有人要试看卖无？啊、哦，嘿，哦，袂歹哦，啊、哦，本岛人啦，嘿，本岛人。本岛人的台湾人吼，伊讲本岛人拢共有360万人，仅仅只差不多20万人有学问，敢毋是真少吗？这是甚物原因呢？一项是咱家己未晓看学问重，一项是说法的人无有10分的诚心，还佫一项就是要学学问的文字言语。太尴尬，非常恶滴恶哦！伊基本是用罗马字写的吼，伊、哦、就是推广这个罗马字。因为伫1920年代，迄当时捌字的人侪也少，迄甲咱即卖无共咧。啊，咱即卖像中国党咧操蛋讲吼，90%以上的台湾人拢会向北京话，拢会向中文。但是伫1920年代，捌字的人其实无侪咧，捌日文也好，捌汉文也好的人无侪啦，可能袂超过一成。所以大多数人拢唔捌字啦，哦，所以这是伊在咧讲吼，啊，若拢唔捌字，安尼台湾文化要哪进步？当然嘛袂进步。
哦，所以就提出伊个看法。其中一个真重要，就是爱文字改革啦。啊、哦，所以你啊看，1920年代，也是讲二十世纪初期呢，进行文字改革，这毋是干那咱台湾才有尔，中国也好，越南也好，韩国也好，拢是二十世纪初期拢开始咧进行语文的改革。也就是即寡汉字文化圈的，古早用汉字的遮呢，伊拢会为汉字文言文转换做白话文，拢伫二十世纪初期。但是咱台湾人较可惜啦，错过迄个时机啊！啊，若无呢，台湾语文早就成做咱的国语啊！好，啊，咱再来看哦，像这拄则讲的，迄是较人文的出版品，医学科学的嘛有呢。你像讲医学的。切1917年哈、哦，戴仁修医书哈，伊所写诶内外科看护学、内外科看护学，即医护诶册呢，规本都用台语诶，有人看过无？啊、哦，毋啦，各位毋捌看过，黄春明嘛毋捌看过，陈鸿明嘛毋捌看过，哦，啊，过来数学课本嘛有呢，你看1897年呢。台语的数学课本叫做笔算的初学，笔算的初学，就教你算数啦，嗯，算数要哪算，要哪计算，啊，像这一下讲计算的法度，哦，啊，这要哪，这数字要哪念，你看百外当前，咱就台语的数学课本呢，恁敢有人读过？我以前嘛毋捌读过啊，啊，嘛是几当前学着这资料，较知哦，原来以前台湾遮济资料，哦。啊，咱拄则讲的，这拢是积累，其实要足济啦，规山片的啦。但是呢，咱无时间通去介绍遐济吼。啊，咱去年呢，这个文学馆吼，伊有委托我呢，我有出版一套这个白话字的文学选集吼，就是为100多当前，咱拄则看迄个丹佛城教会报以及相关的出版品内底呢，咱有去甲拣、甲分类拣一寡较有。文学性的作品出来，咱个分做五种，有散文、诗歌、小说、戏剧、台语，哦，啊，过来文化论述等等，这五大种嘞，啊，出做一套，佮建出来就对啊。哦，啊，咱内底有用原文白话字，嘛用这个汉字，哦，就汉字佮罗马字，吼，哦，各位若较无惯习看白话字的人，会当去看啊。啊，咱个佮出做五套，这等于是精华啦，就为这个白话字的文献来咧精华。建出来，啊！即个作品大多数拢是一百当前，大多数拢是伫中国五四运动进前，咱就已经出版出来啊！啊，咱出一本、出一套的目的条纲，就是要建遐比中国搁较早的，吼、哦！啊，若无台湾的即个台湾文学界吼，作者拢中国头脑呢，中国头壳呢，拢讲吼，台湾的新文学拢是受到中国五四运动影响才开始的。啊，阮就是要甲推翻这种讲法，因为迄无影啦。有一部分的人受中国五四运动影响，这是 OK， 是会使。但是你讲全部人拢是受到五四运动开始哦，根本就讲歹听，好笑的啊，无影的啦。所以咱得甲出这套册出来，就是要甲证明，咱这个是选集了，佮唔是全集哦，是选集了，得遮济物件出来啊。所以包括顶一阵我嘛，各位若伫媒体看到我抗议陈鸿明，嘛是咧，陈鸿明是。正台台湾文学所的所长呢，伊竟然甲你讲吼，啊，这台湾文学台语啊，无法度写文学啦，台语无文学，台语是口语尔。啊，讲台湾文学呐，一定爱用台语来书写吼，啊，一定得用罗马字来书写，啊，剩两页尔啦，台湾文学书讲剩两页尔。各位啊，这几页，五本呐、啊，一本拢差了300页左右啦，五本差1500页啦。啊，你看人家假白台湾人。哦，即个中国人诶，看我夭寿就好，白白波要共你讲哦，无分是非，毋若无分是非，还佫扭曲历史呢？啊，迄解说权拢落人手头呢，啊，中国党诶拢咧抱因遮个人呢，啊，咱即种甲发一个声尔，讲我着安怎去共抗议，讲无理，到底是上较有理，上较无理？因遐人加较无理呢，啊，咱拢摕历史事实干强啊，结果伊嘛硬要甲你拗呢，哦。好啊，这是台语的文献，咱客语嘛足多呢，合法嘛足多呢，啊，原住民有嘛真啊多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过来，咱拄则看，迄拢是一百当前，有人讲啊，即卖到底是搁有啊无？
有啊，一百当前有，即马当然嘛有。哦，啊，咱即马来看一下吼。像这呢，当代的母语文学杂志，比如讲像《台文通信》《台文网报》哦，啊，像《海洋台语文学杂志》《台文战线》哦，《首都时报》哦，啊，是讲客台语专刊，啊，种文学客家，文学客家主要是鼓吹用客语来写作的这个杂志，等等，这嘛拢有啊。哦，啊，这杂志足济拢已经发行120以上啊咧，哦。啊，即个杂志拢是安怎？拢是咱台湾人家己倾钱，吼、哦，政府伫甲你出钱来办这无呢？拢是咱家己台湾人倾钱欠长内多来咧发行即个刊物呢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基本上咱台湾的语文会当写无？无问题啦，啊啊，问题是咱哪会唔知影台湾语文会当写？哪会唔知影有即个历史传统？文学传统，因为咱都无台湾教育嘛，咱无母语的教育啊，所以地书咱拢真做母语的青面语嘛，包括我以前嘛是母语的青面语啊，是安尼的原因呢。吼、哦，啊，这是上造成的，当然嘛，中华民国外来政权造成的，伊就是要让咱知影咱是台湾人嘛，硬要甲咱洗脑做中国人嘛，啊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像顶届呢，旧年我甲这个黄春明。哦，啊，迄件争议呢？哦，遐中国派媒体嘛是拢甲我硬拗呢，讲我是安怎人好好演讲，就去甲抗议。哎，他拢无想讲，嗯，啊，黄春明是偌恶真呢？伊演讲，哦，当然今仔时间有限，我就无要详细讲伊个内容。吼、哦，基本上呢，伊就是讲，啊，我们中国人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就伫遐批评我搞什么一边一国啦。当然，那伫政治上，伊要做中国人，咱嘛尊重伊啦。我们尊重他个人的选择嘛，比如说他要做越南人，还是要做哪一个人，他如果提出申请，那也是他的事情。问题是，我们尊重，他有在尊重我们吗？他演讲的时候，整场都是在骂，才做台湾语文的人，说台湾语文没路用，那就口语而已，没书写的历史，也不能书写一，也没书要母语教育，说那是增加学生的负担，都是在这里骂人。而且佫举名道姓，讲这安徽人呐、啊，啊，这个郑良伟那些搞台文的人不伦不类，哦，当然我就热啊咯，哦，啊，伊是有前科的呢，伊这人是有前科呢，较早伫这个南部吼、哦，这个盐分地带文学营的时候，都捌互抗议过啊呢，哦，所以我早就知伊有前科，所以我就海报就炸嘞，我想讲吼、哦，啊，伊若真正佫吼。佮继续安尼讲骂吼，我特别海报啊摕出來，啊真正互我聊得聊甲准准准的，伊伫咱个规半点钟，规节演讲拢伫遐骂人，所以尾啊我着安怎，我着甲举海报啊抗议啊，我摕海报抗议，我嘛无甲阻碍呢，我嘛尊重伊发言呢，我嘛无甲抢麦，我敢点点举海报呢，伊着袂堪一下呢，袂堪一了安怎呢？衫脱落来着要冲来甲我拍，你知毋知？啊，过来，佮甲我扯干交了。啊，扯干交，佫毋是用台语呢，佫用北京话呢，吼！伊若用台语交，我佫会欣然接受；伊用北京话甲我交，我就袂堪一下了。我台湾人，就爱互你用北京话甲我交，是北京话较高尚哟。哦，你若讲咱台湾人用台湾话互相交来交去，我佫能接受咧。你用北京话，迄是更加是侮辱中的侮辱呢，当然我嘛袂当接受。所以伊就甲我交呢，但是我拢足风度的，我拢无爱甲交。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你看这拢有证据哦。哦，从来要甲教啦，哦，啊要甲拍，啊当然尾啊是这个遐工作人员有甲扭掉的吼、哦，啊尾啊呢后来当我来要甲告啊，哦要求，因为我要求讲伊爱公开道歉啦，哦，啊过来要求主办单爱公布迄当时的录音带啦，因为呢因拢到今嘛拢唔公布迄录音带，喏、哦，因就是要甲抹黑啦，媒体就甲。就甲我讲，啥物人演讲未开始，我就去共纠报掉，共抗议啊！太有影，啊！毋好加载，阮迄阵阮家己有录音，哦，所以阮就摕录音带。尾后，阮就甲迄录音带、迄主旨甲拢个整理，甲铺上网络。所以尾后后来呢，网络顶头个声源个声音愈来愈侪，因为你若看到迄主旨搞了，发现啊，你啥物文学大师啊，真正就是语无伦次嘛，内容恶白，天天偷偷啦。我讲这应该是爱踮厝休困啊，毋通过死个演讲啊！演讲迄内容真正是足烂的，各位若有兴趣要看伊的这个
主旨，甲恁上网络去查一下有啊。你若拍这个这蒋维文抗议黄春明的真相吼，就出来啊，也着有主旨稿。包括这后来咱这个台文笔会呢，嘛出这个一本专册吼，叫就是迄个蒋维文抗议黄春明的真相。哦，这各位网络买当看哈，啊，这后来呢，当然我要甲告啊，哦，啊，这个告这个法院呢，嘛已经开两届庭啊，哦，啊，搁过正十天啊，特别宣判，基本上呢，法官嘛拢劝伊吼，爱和解，因为基本上是伊较唔对咧，因为我也无甲教啦，我敢若表示我的言论尔咧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但是伊到即嘛拢唔和解呢，伊还搁无认为伊唔对啦。哦，啊嘛嘛，拢阁唔公开即个录影带，哦，啊阁，我当时甲要求讲，你嘛爱公开来辩论，就原地目，伫原地点来辩论，哦，啊伊即嘛到即嘛拢阁唔出来辩论呐，我啊你是咧惊啥？录影带唔敢公布，啊辩论也唔敢，哦，啊道歉嘛唔，当然我都要告啊，啊咱甲告呢，唔是要为着伊钱，我讲我也无要甲伊摕钱，就讲这三个条件，遮简单，道歉、公布录影带。啊，再来辩论，安尼也唔敢啦。哦，这人恶人无胆，画贼咧做掠贼。啊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呢，伊应该是会输啦。哦，啊，这个，所以这是这个黄春明迄件代志吼。啊，黄春明迄了呢，当然就这个单方面嘛出来，出来声援黄春明啦。哦，啊，这个单方面出来声援黄春明呢。有几个重点啦，哈。第一就讲吼，啊，台语都无文学啊，台语头文学。问题是各位台语有文学无？有喏，咱倒只介绍遐久啊，哪会无文学？客语嘛有文学啊，原住民嘛有文学啊，泰无文学。啊，啊，过来伊讲吼，台语霸权啦。讲吼，咱咧主张用母语书写这台语霸权啦。我奇怪，我想拢无呢。咱是受害者呢。咱互华语甲伊拍甲咱，甲咱站甲咱拍伫涂骹呢。咱是用这个仅存的气力，小加剩一下脆皮钱的回击，加这是正当的防卫尔呢。伊竟然讲咱暴力啦，讲加剩脆皮叫暴力啦。啊，伊这土匪呢，夹刀夹枪，共站加人土匪趴伫土骹，拢无要紧啦，无代志啦。啊，这哪有公理？伊讲咱台语是霸权啦，霸权是华语呢。即摆规个教育，规个媒体拢华语霸占掉的呢。哦，啊，过来，伊讲这在化台湾文化，啊，过来，伊讲哦，啊，若大家拢用母语吼，安尼就讲话拢袂通啦。嗯，啊，那咱唔得拢用英语就好啊，全世界唔得拢用英语，安尼讲话较会通。所以讲这五四三呢，哦，啊，这呢，这就是啥？所以我唔得讲哦，伊这是政治的变色龙啊。哦，作为这个甘愿做通敌，这拍手，啊，这人变来变去就是安尼，哦。伊较早呢是国民党，啊有一段时间捌做过民进党的文宣部的主任，但是即几年来呢，你看伊言论，搁伫遐泼他中华民国啊，哦，讲哦，中华民国毋是外来政权，哦，已经合法化，讲即个话啦，哦，好，这是即、這个，哦，针对即个黄春明甲陈鸿明遮呢，做一个补充。啊，为什么会安呢？啊，为什么因遮人遮敢？四界去演讲，四界讲哦，台湾文学的。拢是中国人创造的，啊，拢是用中文的，啊，台湾人无文学，拢去讲即类似即款的言论的，啊，这是啥？上受权的，背后是倒一个政党在甲受权，咱想嘛知，啊、哦，好，啊，咱过来接续呢，咱这个过来看哈，这个，啊，咱现有呢，台湾的这个教育权呢是安怎从北上，啊、哦，咱这嘛简单小讲，我做一个统计啦哈、哦，每礼拜哦。为小学甲中甲大学，平均呢一礼拜有几节的华语的课，哈、哦，差不多有十七至二十，至二十，哦，这个你若为小学教甲大学，哦，譬如讲像大学的嘛，阁有呢，像阮成大，爱个必修四个学分呢，四个学分，等于两学期啊，哦，啊你小学啊呢，差不多一礼拜五节至六节的。你啊，加加一礼拜语言的课吼，北京的课，差不多平均册咱个册二十节就好啊。一礼拜差不多二十节，啊，英语偌济，英语上无嘛十二至十六啦。啊，咱台湾的语言，不管你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的话，几节？一节啊。啊，咱敢集中伫小学、小学一节四十分钟尔。伊讲安尼咱霸权啦。啊，
陈鸿明是目睭青盲哦，啊是耳孔听无？伊讲咱百官呢，咱敢有百官？做无你个呢？咱平均细你啊看，咱若甲用做者比例吼，即咱袂种华语呢，咱是一工拢照三顿，食白费，食迄种自助餐，食好饱迄种吼，照三顿，即啊个宵夜通好效果哦。哦，华语是安尼，啊，咱台语咧，一礼拜食一顿暗糜啊，暗糜啊，粥啦，些稀饭啦，一礼拜食一顿暗糜啊，你会变安怎？会瘦几落去个袂？当然嘛，瘦到剩一支骨。啊，华语是照三顿腿呢，安尼讲咱百官啦，各位，即、這个咱个隔壁厝边吼，马来西亚，我去年去因遐做调查吼，因马来西亚差不多3000万个人口啦吼。因是马来人为主吼，啊，遐嘛有华人的移民啦，差不多占20%左右吼，差不多600万人左右的这华人吼。你也看哦，马来西亚伊的国语是啥？是马来话呢？马来话是呢唯一的国语呢。但是呢，因用阮马来西亚遐华人会当有华语的小学甲中学，因华语就是小学就是你去上课会当全部拢用华语，因有几间恁知无？1200几间啦，啊，中学有60几间啦，合校有他1300间诶，华语诶小学甲中学啦，咱有管理无？咱有法度用客语来受教育无？有法度用原住民诶话来受教育无？有法度用台语来受教育无？无呢？伊即卖加好水讲吼，互你一礼拜一节，吼，甲你施舍一下，诶，咱太当爱互伊施舍。咱是爱甲唱转来，咱隔壁厝边马来西亚人着做会到，因只20%的人口，着当争取着1300间的华语的小学甲中学呢。咱是比马来西亚的人较不如呢。啊，咱讲咱是台湾是民主的社会哦，敢有影民主？迄是选择性摆脚的民主呢？对台湾人拢无民主啦，敢因中国人较会当享受尔啦。台湾人他有啥物？咱含基本教育权拢无，干要甲要求讲要增加2节3节，伊都做袂到，含民进党管区都做袂到呢。所以尾啊，顶届议员，阮毋才为台南、为高雄开始要求民进党爱增加，吼、哦，咱增加这个足卑微的要求尔呢。只要讲是爱变乖呢，哦，是爱以咱的母语为主，台语、客语、甲原住民语为主呢。啊，咱是讲要求要增加1节2节尔，做袂到。诶，人马来西亚，互你用华语受教育呢，1300间呢，哦，那你若毋是，你网络去查，遐资料拢有，哦。啊，你啊看，哦，咱时间有限吼，咱过来即、這个，无我补充一下即、這个，咱拄则讲的吼，除了即个小学甲大学即个母语教育关系用剥削之外呢，大学内底台湾文学系数嘛。拢变质去啦！好，咱以这个政代来举例啦。哦，陈鸿明呢？吼，伊甲咱批评讲哦，恁这创无语的人呢，拢是霸权啦，拢是窄化台湾文化啦。啊，无咱来检查看，啥物人较霸权，啥物人较文化多元嘛？哦，咱来看因政代台文所、哦，你看因的课程有任何直接甲台湾语文有关系无？恁来甲查，拢无啦。因的课程我来查过啊，6年来自因成立以来，无半节甲台湾语文关系课啦。台湾文学所呢，无半节甲台湾语文关系课啦。譬如讲台语文学、客语文学，啊种原住民语文学拢无啦。哦，啊，过来因的入学考哦，佫较酷型。入学考爱考啥？国文，就是北京话啦，英文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台湾文学史、文学理论佮批评。过来，伊讲中国文学史买考呢，台湾文学所讲爱考中国文学史啦，入学考爱考中国文学史啦。即人咱袂输讲吼，你考日文系，佮讲你爱佮考中国文学史，还是讲你读英文系嘛爱考中国文学史？啊，因为你又讲啊，咱台湾都受中国影响真大啊，所以爱知影即中国文学史。我讲吼，啊那安尼吼，咱大家系拢爱考英国文学史。因为吼、哦，哈利波特足流行的呢，大人最爱看哈利波特的呢，啊，大人最爱看这个莎士比亚诶，叫咧莎士比亚哈利波特对台湾人影响嘛足大，啊，恁着大家考的拢爱考英国文学史，因为拢英国人啊，吼、哦，
结果伊甲伊讲爱考中国文学，啊，台湾语文都唔免考，啊，过来，啊、哦，毕业语文的要求，要毕业进前呢，伊要求吼、哦、你英文，哦，爱高标准，高标，哦，啊，过来，爱个第二外语，就是英文之外，你爱个一个外语才会毕业。结果你袂晓客语无要紧，袂晓台语无要紧，袂晓原住民无要紧，安那有道理？你照讲唔得。第二外语改还是讲英语，其中一个改换做本土语文，互你精一项。看你是要客语、要原住民话，还是台语，你精一项。哎，安尼要求唔才对，结果伊无啦。所以你来看，这敢有算台湾文学所？根本就支那所嘛，中国文学所嘛。甲台湾还有啥物地带？完全无地带啊！啊，这个人伫咧抢解说权啦，对外拢讲伊是台湾文学所的啊。哦，所以因即摆咧抱的。台湾文学作家拢是啥？余光中啦，啊，白先勇啦，拢只为中国走路来台湾的遐个人啦。啊，咱正港的台湾人，伊有咧甲你抱无？有咧甲你肯定啊无？无啦，搁咧甲你侮辱咧。搁讲迄台湾文学啦，用母语书写吼，无几下啦，剩无几下啦，用安尼甲你侮辱。啊，讲台湾语文袂当书写啦，啊，你看会赢啊，袂赢。啊，这一般外界拢唔知影咧，迄是讲拄好阮。在这个口啊内，专门咧做这個，较了解因的真面目呢。啊，啊，媒体啊，我拢唔知啊。包括你看民进党这个苏贞昌，政治参，哦，讲搁咧教这个啥啊？教黄春明，教这個玉天聪，因在座谈呐。你肯定讲台湾文学作家得爱穿因安尼啦。我讲台湾文学作家若穿黄春明、穿玉天聪哦，就了然啦。台湾都唔是无高人，搁台湾都唔是无作家哥。哦，啊！你苏贞昌都唔是唔捌，讲较歹听，都是唔捌这个蒋文文捌甲这个黄春明抗议过啊。恁有去了解迄件是非无？代志经过到底是安那？迄是非有了解无？伊拢无啊！拢要迁就遐所有的中间选民，哦，啊！中间选民都拢也无咧插啥物是非个咧，哦，拢干那为了安尼尔，讲迄个坐谈嘛，哦，啊！我抗议了，民进党有来声援过。这件代志完全拢无，因党中央完全拢无啦，拢闪甲离离离呢。啊，这个民进党有啥物路用？这哪个执政有啥物路用？看会赢啊，袂赢。啊，上支持的兵是上支持，咱这人上支持呢。结果该论是非的时，伊拢无要论是非啦，拢来惊啦。啊，惊拢惊，惊遐个哪个票，惊遐所有的看袂到的遐中间选民的票。啊，咱这铁票，伊有咧惊你无？食你够够啊！即个咱俗语讲的金庙欺神呐，金庙欺神就是安尼哦。啊，所以你来看，这是政台情形。啊，咱唔通想讲，这是唔是干政台较害呢？来讲，政台唔是唯一的一间安尼啦，含清华嘛安尼啦，含台大嘛拢安尼啦，足济校拢安尼啦，含阮省台大文系嘛足害啦。迄是讲我伫底下不是咧甲人抗争哦。你看像清华嘛同款呢。伊嘛是爱考中国文学书呢，啊伊嘛是要求第二外语呢，对本土语文嘛拢无要求呢，这讲袂完呐。反之呢，这呢，这拢是未来咱若是要教育改革的时阵，爱改革对象之一啦。啊，啊若无吼，这拢食碗内洗碗外啦，俗语讲的吃里扒外啦。哦，最后呢？再来，咱即卖台湾语文的一个较大的问题，就是讲吼，相关的即个资源的分配嘛，无啥合理啦吼。啊，即咱嘛简单小讲一下吼，就是讲咱现处时的即个资源分配咧，咱知影即个中华民国外的政权，伊即卖在调工要人教相加咧，吼，伊要挑拨即个族群分化咧，伊用即个资源分配不公平，资源分配不公平，要来分化咱台湾即个本土的族群。咱记一下咧吼，比如这几年呢，咱有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委员会，啊个客家委员会，啊，这拢非常好，啊，就讲客家甲原住民，这应该要有专门的委员会来保障，啊，来支持。但是相对的呢，啊，即卖咱台语的部分呢，啊，所有的和乐，啊，是讲这个台语这部分呢，啊，煞单安怎，完全拢是用牺牲着。看起来伊是多数咧，但是变成弱势者。咱用即个资源预算的分配来比例啦吼，
譬如像咱原住民呢，原住民委员会平均一档呢，像这个一档差七八十万，不七八十亿啊，啊，像这是2010年哈，伊差不多72亿左右，啊，72亿原住民的这个预算啊，原住民委员会哈，啊，这客家呢，客家差不多28亿左右哈，20多亿，啊，台语呢，台语会推动的预算偌济，几千亿，无啦。敢若几千万尔啦，啊！伫对，伫即个教育部国语会下面，差不多2000万至3000万左右，所以足少个，所以看袂出来，画袂出来。啊，人外配基金就是即个新移民，吼、哦，即个越南还是东南亚来，即个外配基金人偌济，一档有3亿啦。所以呢，台语族群是比外配基金较不如啦。人一档有3亿，啊，咱是一档2-3千万尔啦，啊、哦。啊，这资源为啥伊会分配无公平？伊调工个啊，伊调工就是啊，你即个台语即个族群吼，就无爱互你啊。啊，有个人讲啊，咱着多数啊，咱若着搁摕遐资源。当然，咱若种真正咱台语是强势，咱着无需要保护嘛。问题是，各位，即下伫电视内底，你当时咱看到台语个戏出非常少啦，除了三立、民视、暗时8点档之外。村内有台语节目非常少啊，无侪呢。啊，过来，你伫学校教育是用台语还是用北京话？拢北京话呢。所以咱台语虽然有70-80%是讲台语的人口，但是不对等啊。甲你反映出来还是无对等啊。啊，所以你啊看，譬如像语言认证，咱原住民族的语言认证，佮有客家认证，拢足早就有安尼，好几年前就有了嘞。好、哦，甚至咱原住民，伊个你也通过原住民。原住民语的认证，你让加10%呢？迄、那个家学、升学、迄、那个分数，让加10%的分数呢？啊，啊，咱客家嘛有呢，伊原住民伊客语认证嘛已经有，而且你啊学生来报名免费，佮有奖金。你若考到中级、高级吼，无共级数呢，佮有奖励上悬，佮10,000块的奖金呢。啊，你台语呢？台语的认证顶多是上奥尾啦，一直到佮2010年2年前才开始有台语认证。哎，佫无专门的机构呢，无专门的推测台语的啊。哦，啊，佫来你讲电视台，咱即摆客到合法的电视台，啊，像我即摆咧学客话，拢是看客语的电视台，客家电视台在学客语咧。啊，咱嘛原住民电视台咧，啊，台语的无啊。啊，所以算算的，其实足侪方面的颠倒是咱台语这部分的这资源全无去啊。啊，所以照讲呢，就讲咱台语的无一定啊，不需要。啊、哦，像原住民那么多，甚至也不需要客家这么多，我们只要譬如说7亿就好了，用这个客家27亿的尾数，7亿就当做我的代志安尼，7亿包括你做台语的认证，做台语的这个相关的推广，等咱做足侪代志啊，结果咱家拢无啊，啊，伊这就是啥，执政者故意的啊，伊就要分化你族群嘛，所以。结局是咱即卖是比外配较不如啦，在座足侪人拢比外配较不如。人即外配个会当安那，伊若要教越南话吼，你外配基金请，基本上拢会准。你会当请人来教越南话，教你的母语呢。啊，你即卖若要请，你若要申请办一个台语的，有钱无？歹势，自从马英九起来了吼，经费愈来愈少啦。阮甲教育部请拢请无钱啊啦，就是安尼啊。哦、啊，所以现在就调工要让你族群的资源分配不均，啊，互相在那这个牵制，啊，这是现在外来政管伊所做的吼、哦，这是针对这个资源的这个分配的这个部分来做补充吼、哦。好，啊，因为咱时间真有限呢，啊、我想我最后呢，的提醒各位哈、哦，有两个这个宣言真重要的哈。哦当然，时间上无多详细讲。啊，一个就是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伫2001年所宣布这个世界文化多元性宣言。啊，佫有一个是伫1996年由200多个 NGO 甲这个世界各国的笔会所签署发布的一个世界语言权宣言。啊，这两个宣言拢是伫鼓励，啊佫有这要求各国的这个政府呢，啊去保障着。因迄个国家内底遐弱势语言甲文化，因语言文化爱受着保障、受着发展，包括伫教育顶头，包括伫媒体顶头，
因为的权利，福建的权利啊，啊啊，所以呢，咱即卖台湾的语文，包括原住民的客家的，还是讲台语的呢，咱就是要巩固这世界上，这是国际的一个宣言，咱巩固这要要求踮台湾嘛爱落实，啊啊，这呢，说真呢，咱嘛是会当伫咱都在介绍这新台咱台湾语文测验中心的网页内底吼，遐嘛有咱有甲这条文呢，拢甲翻译出来。啊，各位嘛，当详细去遐看哈。好，啊，咱今仔日呢，啊，时间嘛真有限，啊，所以咱即节课呢，咱就先讲到这，啊，感谢大家，多谢。起立，起立，楼卡用餐啊。